大家好，我是杰西。Happy Star Wars Day，有点迟到，就是五月四日是星际大战日。为什么五月四日是星际大战日呢？就是因为一个句子。好，因为五月四号就是 May the Fourth，对不对？但是星际大战有看的话，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May the Fourth be with you。好，它翻作愿原力与你同在。没有看星际大战，你可以去看一下，大概就知道它的意思。好，那它的谐音。May the fourth be with you，是不是跟 May the fourth be with you 很像？所以呢，昨天五月四号就是星际大战日。好，就是各大新闻上就会有写。你看一下美国昨天的，你看 CNN、USA Today，还有英文的、英式的 BBC 呀、啊，哦，连台湾的都有，就是 Cosplayer celebrate Star Wars Day in Taipei，大家就会去庆祝一下。好，这是一个杰西很喜欢的厨师，叫做 Jamie Oliver。好，throwback to a few May the fourth ago when Jamie pick up the girls from school in the blue attire。好，这个是这个主厨 Jamie Oliver，他穿这样子打扮成星际大战中里面的人物去接两个漂亮的女儿，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呢，他还问说，Would you have found this super cool or super embarrassing？好，假如你是这些女孩子。好，你会觉得，哎，这个哦，超级酷的，我爸穿这样来接我下课，还是你会觉得 embarrassing 很丢脸呢？好啊，那这是他的粉丝页嘛，上面大家都觉得哦，超酷的这样子。好，今天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很简短的。好，祝大家早安，那我们就下次见了，拜拜。